当然我们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从小就喜欢到山上找神仙，想当水兵，因为喜欢海。我以前想要环游世界，全家人一起环岛啊。我想当一个赛车手。我觉得台湾我最想去阿里山。我的梦幻景点是金门。台湾的话我很喜欢清境农场，日月潭是其中一个，还有一个是溪头、太鲁阁、离山这一带。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是我们在横贯公路的那一段，那个景观真的让人家叹为观止。我会选日月潭，因为那是我跟我老婆第一次在那边约会的地方。有啊，但是我没有地方跑啊。真的吗？我可不可以带我老婆一起去？啊？哦，现在我都80岁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我觉得日月潭是不错的，清境农场是不错的，因为日月潭这边的话离台北也很近，开车大概2-3个小时就到了。这边的话有清境农场、普里吃小吃，这个现在有高速公路更方便，日月潭风景也很好，走走，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吉吉车站啊等等，这一圈可以玩个2-3天，很愉快的，也很轻松的，对我们也很适合。其实讲每个景点哈，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好的回忆，而且每次去感觉都不一样。同时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年龄不同哈，所体验的、所经验的、所看到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。所以每一次来讲哈，都是很兴奋、很高兴。所以每次他要带我出去呢，我就很高兴。玩得太开心了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开心。我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。前后都大家都很忙啦，啊，最近比较有一点空闲啦，特地带老婆来这边逛一逛，哦，没想到这边哦，这个发达的很快，都很多那个景观哦都很不错了。我第一次来这边，这边很好玩。我希望跟我们这种年龄的朋友们，有空的话，大家出来走一走，逛一逛，耶！
们40年前来杜宁，也就是古关，啊，那第一次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吊桥，然后还有一个瀑布，然后那天好像有点下雨的样子，我第一个印象就这样。我完全不记得了。很高兴还能看到40年前的吊桥。耶！我们这次到了古关，除了看到贴心的无障碍步道，还有许多设施改善很多，像是泡脚池、步道，还有许多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，让我们觉得很方便。还有这座温泉文化馆，有电梯。无障碍的设施让我们很轻松的就可以了解温泉的历史，还有泡温泉的好处。更开心的是让我们跟这些老朋友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。欢迎你。兄弟们，来古关就是要泡汤。好，你看到没有，连推车都可以过来这里。对呀、啊、好方便。现在啊，路修好了以后、嗯、对我们就方便多了。对啊，真棒。哎，是我觉得很棒啊，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啊，那种呼吸新鲜空气啊，看看野外的这种山啊，这种树啊，看看海景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因为平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根本也没有机会出来玩，老友相聚，而且可以一起出游，非常的快乐。
好朋友见面非常开心，尤其是能够有机会一起游北海岸，这个回想到当年大家一起在演艺圈，一起在工作也好，或者是私底下都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很难得。哇，吃的什么都有，哦，那个啊，上面的鳄鱼冰啦，那个三杯，哎，那个花贵啦，啊，蛙贵啦，哦，大行都足好食哎，哎，这个所在真好，足进步，真赞。我现在想啊，老人啊，老人不应该在家里面坐的，在公园里坐那个椅子上没有意思嘛，看人家动。对，越坐越懒惰，越懒得活动。对，要活动筋骨，要身体才会好。对，老人反而要动。对嘛，活动活动，活着就是要动。出来呀，到这里来玩呐。哎呀，空气又好，你看风景又漂亮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太棒了，人间仙境啊！对对，带我玩呐。好了好了，好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这次能有机会跟老友们一起来出游，我真是很高兴的。你看看，有许多景点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年龄的长者来着想的。你看这路铺得又平又好走。随时坐下来也都可以坐，有地方坐，哎，我觉得真是太棒了。哎呀，我也好久没机会下水了，这次在浅水湾就让我感受到了，玩得好开心呐、啊！台湾这么美，还等什么？出发吧！我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。老友相聚，而且可以一起出游，非常的快乐。找到你的老友，来一趟寻找梦想的旅程吧。